大概说的，然后说的就别跟他看，跟他们说，有个火锅，然后啪啪的就弄了火锅，这边说的很好，啊，不是说你搞的吧？就那个说话，我他说的东西，买酒，我买大一个，我就大一个的东西，又来又不又贵，又贵的又不又贵又大又高级高级的吧？我这回来不是有啊？你要这么多，这好。那个比较清楚的，你要还有比较清楚的，那个，我比较清楚的，他们。